对吧？绝非真知，就是你知道了你不去做，你绝对不是真正的知道，对吧？你知道你不去做，你能算真的知道吗？说北京是吧，哈尔滨到北京我可以坐车，理论上我知道，我研究，研究的目的是什么？我要去啊。可是研究来最后你不去了，瞎闹，没有意义，对吧？你滚瓜烂熟，你不用看书，你都知道应该走哪条路，经过哪一站，你都明白。可是你不走，有用吗？所以说不是真知，对吧？不知道，如为了抽象的知识，生活的工具，而不是把它成为自己的，这是不见得能行的。要成为自己的，它不是单纯的知识，要为我所用，对吧？那你我要去用它，我要解决问题，对吧？你不解决问题有用吗？对吧？所以它没有意义，对吧？所以必须从知而起信愿，我要知道，我要了解佛怎么说的，菩萨怎么讲的，法师怎么引导我们的，那么这个我就建立起信心，我有一种愿望，好，我接纳这个信仰，我理直气壮，对吧？是啊，那我们总是要知道的，对吧？随化有一个庙，对吧？有一个庙呢，那庙啊，他那个政府官员呢都特别喜欢要做点事儿，但是那庙里的出家人搂着不让做，对吧？怎么办呢？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就通过别人把我们就请到那儿去了。我一看，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？我愿意把庙谁来建你建吧，对吧？我就讲经，我就上殿，我就弘法就好了。现在没人干呐，什么事儿都找我，我又不懂啊。我跟他听，我有时候听得发懵啊。但我真不是专家，对吧？可是硬着头皮就得去干。我说你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？有人给你拿钱，有人给你出材料，对吧？有人又替你干，有人为你设计，对吧？我怎么就遇不到这事儿呢？而你还不干，你傻呀你，对吧？前两天从齐哈尔见着，哎呦，马上要完工了，哎，特别漂亮，哎呀，谢谢你啊，法师。是啊，那你应该谢我，你是啊，你的确应该谢我嘛，不然的话，你失去了多好的机会，对吧？我们现实中真的很难遇到这样的姻缘。你不珍惜就完了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今天又有很好的佛法的因缘，那就要珍惜啊。那你再不珍惜，你不就浪费了吗？对吧？你的生命能浪费吗？能值得浪费吗？对吧？我跟你说，浪费不起，对吧？换一种话说，没有信智合一，对吧？知是引发信的，信和智慧是不可分的，合一，其实目的就是一个，对吧？绝不能知行合一。那么你有信心，对吧？你有智慧，所以你知道了，你才很好的去实践吗？你才能够像普贤菩萨一样脚踏实地，骑着大象稳稳当当的，对吧？你看现在很有多少人啊，对吧？头脑都，对吧？都简单的，对吧？东风来东风去，西风来西风跑，在墙头草摇摆，对吧？那动作才快，哪热闹就往那儿跑，对吧？他不是依法不依人，他是依人不依法，你错了，对吧？我们讲的不是搞个人崇拜，是好好学佛，对吧？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弘扬佛法，就是告诉别人佛法是怎么讲的，对吧？这个才是有意义的，对吧？佛教的性质，它应该给我们带来的应该是正信，对吧？如果是这样，才是我们现在人所急需的，叫做阿伽陀药。阿伽陀药，什么是阿伽陀？无上妙药，能够治愈百病、尘劳、生死，
对吧？还是我们急需的阿且陀药。我有吗？没有啊。什么叫阿且陀药？对吧？就是佛法嘛，不是世间法。说哎呦你信呐、啊，你能发财啊，你信呐、啊，哎呀你能升官呐、啊，哎这个不是佛法，对吧？当然我们说你要真信也能升官，也能发财，也能解脱，对吧？生可以安乐，死可以安乐，没问题。他绝不是说你活着安乐，死了不安乐，那不是佛法，对吧？佛法一定是永恒的，是救世之光，从你的轮回中让你走出来的，那是彻底的自在和解脱。不然的话那就继续轮回，很麻烦，后患无穷，对吧？那么第四，要我走进第四点，信人信求与正信。那么所谓信心，不但是最先的，对吧？信者为先，信心一定是最先的，因为信愿行一定是引导，一定是先锋，对吧？也是最后的，它一直都会跟随你，影响你，改变你。在学佛的过程中，信心贯彻于我们生命的始终，贯彻我们从轮回到解脱的始终，对吧？从浅到深的次第就是般若道，可以分为三个阶段。那么第一个阶段，信可或称为信人，这是对于佛法从深刻的理解而升起的净信。深刻的理解了，我的信仰才会变得清净污染，对吧？纯正的信仰，他不搞歪门邪道啊，对吧？他搞什么？他不能给人算命，对吧？他甚至都不可以给人讲弟子规，对吧？我们前天跟净空法师的那个学生叫钟茂生钟博士来到这儿，对吧？我们就探讨了，是这个出家人怎么可以就干这个呢？那我们不能干呢。最后他说，那让我们在家人干，那可以，那你去干去，对吧？去引导社会人有道德有修养，这是可以的，但是你的目的一定是要解脱为目的，因为这是方便，因为你要是没了根本，那你就胡闹，对吧？你还要注意，这就是个方便，方便不是随便，方便不是迷失，对吧？哎，这个可以，对吧？我们缺这个补这个可以，但是目的要明确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是工具，自净其意才是目的。你有这个目的吗？没有这个目的，那你已经偏离轨道了，对吧？我要提醒大家，不然的话很多人说念弟子规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请问谁说的？对吧？阿弥陀佛没说，释迦牟尼佛没讲，佛经里没讲，对不起，我们不能信，没办法，对吧？那这他不是说，哎呦，我们对谁有意见有成见？我们对任何人都不会有成见有意见，但是因为我们要维护一个佛法的纯净性、纯洁性，那你只能这么讲，对吧？那你不要说，我就感觉到我不痛快，我不舒服，那没关系，对吧？慢慢先不痛快吧，对吧？慢慢你想明白了，哦，那你就可以痛快了，那你真的痛快了，那就应该这样了，对吧？不这样，那佛教能纯洁吗？对吧？你看那个历代上那个藏经里边，有人一高兴就加点这个，有人一高兴加点那个，对吧？所以你看那奇怪呢，那《金刚经》啊，什么这个《六祖坛经》啊，什么《法华经》啊，《楞严经》就没多少人学，对吧？就是那个旮旯胡同那些东西，哎，它有市场，请问为什么？好奇吗？他好奇吗？把不正常的当正常，把正常的当不正常，这就不正常吗？对吧？这不就颠倒吗？对吧？我们讲盂兰盆会救道玄，那么救颠倒吗？那你不颠倒谁救你干什么？对吧？所以我们要明白要理智，对吧？不明白不理智就非常的危险，对吧？如
果因缘具足，那么信心就会真实的成就，那么就会是纯净的信心，那你的信心就会，对吧？理直气壮啊，对吧？你就会怎么样啊？不歪门邪道啊，你就正信正行啊，正知正见，那肯定应该是这样的。那么，与明达的圣洁相适应，通达无碍那样的殊胜的理解、殊胜的见解、殊胜的解脱，完全相应。这个就是圣洁，对吧？那么这就是解位，解，对吧？解啊，对吧？你得解，你得理解啊，你不理解你怎么信呢？对吧？这就是信解位，就是信，从信理解，对吧？第二，信求，第一个是信可，第二个，这是本着信可的真信而发为精进的修学，再从确立信解而进求的过程中，对吧？我信仰的方向我确立了，然后我往这个方向去迈进的过程中，越接近目标，信心就会不断的增长。越接近这个目标，我信心越坚定，对吧？我也可以告诉诸位，对吧？我也是从这个过程走过来的。最初我的导师在教导我的时候，对吧？我对他非常不屑的，因为他讲课，他不是那么让人家睡，不让人信服的。他讲课啊，他戴着两个眼镜，一会儿放一个，一会儿放一个，他自己很陶醉，大家谁都不陶醉。对吧？大家就不看他那书，大家就干别的，对吧？他自己也忘乎所以，也不去注意这些事儿，他就马马虎虎的。我们对他不屑一顾，对吧？做他的研究生，我心里是不服的，对吧？直到有一天，我写了一篇文章，对吧？他指着我的鼻子说：“你可以不信，你可以不用跟我学，对吧？你走吧，你自由了，没人愿意带你，对吧？你写的什么呀？你写的什么呀？”对吧？我非常受伤，我非常受伤，同时也非常不服气。好，我一定要把这个弄明白，对吧？这个过程没有行吗？没人说你行吗？你从来没有做错过，或者从来没人说过你，你永远都不会成长，对吧？而且你错过没关系，有人说过你没关系，你有机会了，对吧？但是你不能老错，你不能老让人说你。那你变成没皮没脸也不行，对吧？所以你会成长。原来我们的信仰也是徘徊的，也不是坚定的，可是走到今天你不坚定已经不行了，因为你不坚定是大家在看着你，那你再徘徊，你我告诉你代价就太大了，对吧？你也什么都闹，什么来钱你干什么，你请问这成本就太高了。我说的是真话的，对吧？大家不是信佛吗？解脱为目的吗？那好啊，那我们就不能胡来了，对吧？所以要坚定信心，所以这是解行位，对吧？前面的是信解位，解你要行，离目标越来越近，信心越来越坚定，对吧？这不是很好吗？对吧？我们现在徘徊啊，对吧？哪热闹往哪跑，我们着急，光着急有什么用啊？所以我们得喊，对吧？喉咙喊哑了没关系，只要有人能醒来那喊呗，对吧？你不喊不也浪费了生命吗？得喊，对吧？但可是有人还是喊不醒，那就不是我不想让他醒了，是他自己不配合，甚至他把耳朵都堵上了，或者他离你远远远远的，或者他跟你逗着玩那捉迷藏，那都没关系，对吧？难免都会有这样的事情。第三，正信，证明的证，对吧？或者称为正境，这是经过实践而达到证实
过去的净信，或者从体闻正法而来，听闻正法而来啊。过去，我们那个信心呢，听闻正法而来，对吧？或者从推理而来，对吧？我们推理什么？推理无常，啊，推理无我，对吧？这个也是难免的，对吧？或者我们从什么？我们从这个推理，比如说我们说那儿有烟，那冒烟了，那肯定有火啊，对吧？那我们认为这个结论就是这样的，对吧？因为有烟，所以推理出有火，哪儿着火了，对吧？我们认为这些都是成立的，对吧？这就叫比量。到此时才能物不由他，对吧？我们的感悟是怎么样啊？不由其他，同时也不依文字，对吧？那你比量的目的其实让你追本溯源，对吧？你看那个烟，你看到的不是烟了，你感觉到火才是关键的，对吧？你看到那个绳子，那个绳子黑夜里你见到绳，它不是蛇了，它原来就是一团麻，对吧？你要看到真相，对吧？那么你恐惧是因为你自己误导误解，或者别人的误导，那你解脱就是因为你一下子就认识到真相了。哦，原来就是火，原来就是麻，所以才会有这个绳子，那哪里是蛇，对吧？所以就解脱啊，物不由他，不依文字，对吧？那么我们想啊，这个就是这个什么呀、啊？自净其意，这个就自净其意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不再向外寻找了，到处找啊，对吧？前些年，对吧？清净上师什么各种超山，各种大师，各种气功大师，对吧？这个哈尔滨善良的人们，对吧？群起而动，东跑西颠，对吧？东跑西颠还好说呢，对吧？上蹿下跳，东跑西闹，对吧？我们就是这样的，把钱都花光了，最后呢，想一想，得到什么了？对吧？没有得到什么，得到的只是过程，对吧？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很多人还痴迷不悟，对吧？甚至还想引导别人去追求一些个奇奇怪怪的故事，这些东西还有用吗？我们的生命肯定是糟蹋不起的，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，对吧？不思考将来真的很麻烦，对吧？这是正位，在大乘佛法中是最初地的净胜易落。什么叫净呢？就是心里没有执着，非常的殊胜。意就是你的思想快乐，你的那种非常的自在和安乐，对吧？你不孤独，对吧？你不再寂寞，对吧？你很快乐，对吧？甚至你不再怕寂寞，对吧？现在很多人都跟那个刺猬的人际关系真的跟刺猬一样，对吧？你说靠近了他会相互伤害，靠远了又想往后头凑合，所以这不很矛盾吗？对吧？所以无论是群居也好还是独居也好，你都会觉得很快乐很自在，你没有觉得你一定要去找人去说去聊去发泄去倾诉，没有这样愿望。同时你在人多的时候你也没说，对吧？我不理他们，你也不会这样，对吧？你会都觉得这一切都随缘了，这一切都是幻化的，都没有实在性的，我不要去计较了，对吧？我就要去大气啊，去包容啊，心量就不一样了，对吧？可是我们经常会发现，回过头来我们再发现我们的信徒，对吧？俩人看着就像那两只公鸡是要斗，对吧？这个都很麻烦，
对吧？这就跟刺猬差不多的道理。在声闻乘最初国得到的四正境或者四不坏性一向养性的，我们那个在受菩萨戒的时候，佛子应受四不坏性，归佛归法归僧归正法戒，对吧？归戒，哎，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，这才得着没有丝毫疑惑的彻底的自信，归佛归法归僧归戒，真正的自信建立起来，真正的自信，对吧？现在我们要自信，自信的人会很坦然，很洒脱，很自在，无所谓，哎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内容很重要，对吧？我们到台湾去看人家出家人都很自信，特别的自信。什么叫自信呢？对吧？他很安详很自在，不就自信了吗？对吧？老琢磨这撞耳挠腮的，老琢磨别人比自己活得好，那就不自信吗？你应该自信的，没有什么不自信的，对吧？所以我们感觉到人家的自信，对吧？我们也应当增加自信，坚定自信，对吧？如果你能够坚定自信心，那你的信心一定是理直气壮的，对吧？那么从一念净性而言，并不是太难的。现在净性的成就，声闻道忍位菩萨在初住，对吧？实性实住在初住，对吧？此时净性可以成就，以前如声闻的暖位也有小量性，什么暖顶忍是第一位四加行嘛，对吧？那么藏传佛教也做四加行，暖顶忍是第一位，那么也有小量性。什么叫小量性呢？对吧？就是很少量的信心，没有坚定，对吧？但容易退失，因为他的信心他没有具足嘛，所以他很容易就徘徊啊，很容易就摇摆啊，很容易就我不信了，对吧？常常会这样，对吧？如菩萨初住以前的实信位，犹如轻毛随风东西，对吧？大家要记住啊，菩萨五十二位，那从发心到成佛有五十二个台阶，实信就是前十个台阶。那么经典告诉我们，它犹如轻毛，就像那个漂浮在空中的那样的羊毛啊或者鹅毛一样，对吧？随风东西，风往那边去它就往那边去，风往这边来它就往这边来。我们现在恐怕连这个都不一定具备，对吧？摇摆不定，更多的往往也是这些，对吧？小量的信，对吧？这虽是净信，但是不坚定啊。虽然你有信心，但是不够坚定啊，对吧？你坚定了，你有意义，有说服力了，对吧？没有完成到不退阶段。什么叫不退呢？八地叫阿毕八智，永不退转，坚定不移，这词都是来自佛教的，坚定不移，八地坚定不移，不再转移，不再改变，真正定下来，对吧？当然这个是非常难的，但是如果我们连这个过程这个
这样的一个过程都不明了，那我们如何往前走？我们走不动啊，我们走不了啊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修学信心一定要自发进信，而且要修学到成就不退转，坚定不移，对吧？儒学者不能对于三宝四谛得到圣解。什么叫学者？学者是为了评职称的，对吧？学者肯定也有道德，也有修养，但是没有信心，因为他的目的和一个佛教徒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佛教徒，我念佛就是往西方极乐世界，对吧？学者说他要念佛，他说为什么念佛，对吧？他说那些佛教徒要完成一个什么路径，他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研究这些人如何的，但是他本人并没有介入到其中，所以他是一个旁观者，对吧？当然他可以通过这项研究得到他的学位，或者得到他的职称，或者得到他的奖金，没有问题，对吧？所以我们更多的人把佛法的怎么样啊，把它品质化了，对吧？你比如说这个是无价之宝，他拿来换糖吃了，糖吃多了糖尿病，对吧？哎，这个你要注意，对吧？你是啊，对吧？我天天做佛事，大家做佛事不去真正的想解脱，对吧？最后的弄来弄去的钱一大堆，最后的很麻烦，换糖吃了，对吧？那换糖吃了不行啊，这个叫结缘。结缘的目的让他增加坚定他的信心，那这个很重要，这是方便，对吧？你不能失去根本，根本你要失去了，你很麻烦，对吧？这个是我们倍加注意的内容，对吧？也就如此，也就不能得到佛法的净信，那你真正的信心，你的清净心就没有办法升起来。上一次讲到信人，说来说去呢，我们的信仰是需要理性，需要理论，需要行动，对吧？但是现在的信仰形式表现的不理性，对吧？甚至是没有信仰，当然更谈不上行动了。如果有人说他有行动的话，那毫无疑问也是盲修瞎练，那么与道不相应，那么相违背，那这个你用心又有什么用呢？你用的心也不是信心呢，对吧？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。那么初学佛教的人要养信，对吧？要养信就是恭敬啊，恭敬有功德啊，对吧？当然你还需要什么呀？需要顺信。顺信是什么内容呢？对吧？就是对三宝啊，佛法僧啊，三宝你要升起信心啊，这非常重要。现在我们经常会对三宝没有升起信心，或者是把三宝割裂开来。怎么割裂呢？要么就是我信佛，我不信法，我不信僧；要么我信法，我不信佛，我不信僧；要么我就信出家人，没有佛，没有法，把它割裂开来，这是肯定不可以的。要么就自己充当了三宝，当然更不可以，对吧？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的，所以我们有什么办法呢？对吧？只能管好自己。如果你走错了路，那也就怨自己，对吧？有一个同学去外地啊，不是哈尔滨，哈尔滨这故事更多，去让人家看了看，说有病了，有病了，又欠这个账了，又欠那个账了，让他闭着眼睛又吼又叫又闹，闹了半天，自己他说呀，他非常辛苦。是啊，他如果一点辛苦都没有，那你都不信你。让他闭上眼睛，
你看你是不是有佛，你想，你使劲想。顺着说，哎呀，我看见了，看见什么了？他昨天跟我讲，没看见什么呀，你不瞪着眼睛瞎忽悠吗？可是我们心里就会有一种安慰，就好像不再寂寞，不再孤独了。你跟佛法是背道而驰的，截然不一样的东西，那个不叫信仰，对吧？那个就叫迷信，因为你不懂，被人家牵着那个绳在转，对吧？那有用吗？没有用的。佛教说，假使你知道一个生命的规律，生老病死，爱悲离怨憎会，五阴炽盛，求不得苦，好，对吧？假使你也知道，你能算出明天下雨，后天有什么故事，对吧？打雷，明年你要干什么，后年你都干什么，这些东西都是轮回的。哎，你要记住，这些东西就是你能够弄出来也是轮回的，就是在这个圈子里转的。哎，你要记住，我们的佛教是要从这个轮回中走出来，也就是从这种规律中走出来，对吧？打破因果对我们的束缚，否则你不叫解脱，那你只能还叫束缚或者叫轮回，对吧？那么我们还要制造轮回制造束缚吗？不可以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顺忍就一定应该是信仰三宝，信仰佛所说的法，你们信佛信法信僧嘛，对吧？相信出家人来弘扬正法，当然他没有弘扬正法那就不合格。我自己给自己的定位就是这样，但这个不是我自己给自己一个定位，是所有的佛教徒都要给自己一个定位，只有这样才理直气壮，才能够解脱，不然的话，那你对吧，那你还会再回来的，对吧？就像有人说说这个不允许烧纸，那毛毛法师说了可以烧啊，对吧？我们应该这样看，毛毛法师他说佛法你可以信，毛毛法师不说佛法你可以不信，因为你学的是三宝，不是一宝，不是二宝，是三宝。因为你说那个烧纸那个经典给我拿出来我看一看，你告诉我，如果你不能告诉我，对不起，对吗？对不起，你所说的东西就是附佛法外道，迷惑误导许许多多的善男信女，罪恶滔天，不论你是谁，对吗？那你要担当这个责任。有人说那是方便，那请问你的根本又在何处？你没有根本，这就是随便。如果你有了根本，这个方便也许不用也罢，对吧？最初的时候我们，对吧，烧纸炉子，我们是讲经，慢慢慢慢讲完经之后才把它拆的，这可以是一个方便，但是其根本怎么样，要学佛而不是要学这个，这个大家都要清醒啊！你不清醒，我们今天讲经就毫无意义。三宝是不可分的，你不能一宝就是僧宝，那不叫宝了，那叫独断专行，那叫一手遮天，那不可以啊，对吧？你就有法宝，那不法宝是你来说的吗？是佛说的，是由出家人来弘扬的。如果你就有一个宝，那你就是怎么样啊，那你就不知道为什么要信佛，你也不知道啊，佛说了什么你都不知道，那你这学了还有什么用啊，对吧？所以说我们当越学佛越明白，越觉得自己过去是荒唐可笑的，对吧？如果我们自己，对吧，坐在这里胡思乱想，或者老是戮力怪神，老想那些东西，那我告诉你，你还在轮回中，甚至你的轮回质量非常低劣，是恶道的，不是善道的，这个你要知道。所以说有人讲因果，
那鬼懂啊，鬼懂，对吧？佛无眼六通，最根本的是智慧解脱。告诉人们要遵循一个规律，但是要打破这个规律，那你必须要解脱，对吧？鬼有他心通和宿命通，有人说因果，我说那是捣鬼，对吧？你要一昧的去讲这个东西而不讲佛法，那就是捣鬼嘛，对吧？只能把人们束缚住，恐吓住，使人们怎么样啊，就是呆呆的被捆住了，对吧？没有办法解脱，那这个有意义吗？我们本来就在轮回中，我们现在如果没有佛法，那我们如何解决呢？如何解脱呢？解决不了，解脱不成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？有佛法才会有办法，对吧？这是必须我们要清楚的。那么正是因为我们的养性和顺性，于是也就不失为佛教的正性，这就是正性。这样的正性是学佛的关键所在，对吧？但是严格的说，对吧？严格那是不是特别严格？严格的说呢，没有经过圣洁，如果没有经过圣洁，这还是不能表达正性的特点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殊胜的理解相应，你要理解，你要消化，然后是相应，那才是真正的信仰，对吧？你不理解，对吧？那有什么用呢？对吧？讲无常，你还在耿耿于怀，说过去我烦恼了，过去谁得罪我了？你讲无常，你就不能再纠缠了，对吧？你讲无我，那就你我都没有了，那哪里有什么六道轮回？你不就彻底解脱了？那是解脱吗？对吧？所以我们要用佛法来指引自己的修养修行，对吧？这个才是最保险的。不然的话，那我们所，对吧？所服的药，可能就是饮鸩止渴，对吧？这是一种毒药，毒药，你把它喝下去，你说我要解渴，那你死定了，对吧？当然，我们是从一个佛教的角度，是从解脱的角度看的，对吧？那如果你不信佛，那请你不要打着佛教的招牌。对吧？请你不要去误导他人。你可以下地狱，但是你不可以领着其他的人跟你一起下地狱，你没有理由，对吧？当然如果有人愿打愿挨，那我没有意见，我有什么意见，对吧？我的目的只不过是唤醒大家能够认识到我们真正的信仰是什么，这是我的责任，对吧？那么我们走进第五点，正常道与方便道，明白？那么从发起正信修学成就，是正信的最初修学。那么这有两种修学的方法，第一种是正常道的修学信心，正常道的修学信心，对吧？那么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心，相信我们的心能够慢慢的不执着转化，达到没有挂碍，那个时候跟佛的清净心就完全相应了，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对吧？那么正信就必须要有正愿，对吗？那么我们前些日子好像是初一啊还是十几啊，反正人很多，一些佛教徒在一起嘀咕，所以就不能随便发愿呐，不能随便发愿呐。如果你不发愿，你就没有机会，你就不能解脱。记住，信愿行三者三足鼎立，就像你鼎一样，才能够稳稳地放在那里。否则你一条腿，你试试，
否则你两条腿你试试，站久了你不行，三条腿你一定会稳稳地站在那里，因为信愿行。没有愿行吗？你不发愿行吗？凭什么你给人家误导，不能让人发愿，你罪恶滔天，对吧？我当时也没好意思说他，但这个场合之下我必须要澄清，对吧？你要干什么？你显着你自己嘴发痒啊，你要表现张扬像公鸡一样去打鸣啊，对吧？不行的，对吧？绝对不可以，对吧？我们三皈依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有没有？如果没有，我告诉你，你皈依不成就。你皈依能成就吗？我们现在很多人是按照自己的意愿，按照别人的令牌在那折腾，没有按佛法。我今天要说的是佛法，不是我个人的东西，我个人没有任何办法，对吧？因为有了佛法我理直气壮，对吧？这佛法教给我们的，所以我一个出家人才敢于担当，对吧？不然怎么可以呢，对吧？所以说呀，有正信必有正愿。那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，那小乘人他所拥有的是什么？是出离心。哎，请大家记住，我们现在很多人连小乘都不具备，你有出离心吗？你没有啊。那出离心就是不要去在乎，你不要去老跟众生去计较，对吧？除非你要去拯救别人，当然你想拯救别人的时候，你还得看时节因缘，你还得看我能不能帮他。你试一试，你去劝别人，别人不买你的账，那对不起，那我就放生了，这也叫出离心呢、啊，那出离心呢、啊，对吧？当然他缺少大悲心。为什么缺少大悲心？大悲心是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，否则你所谓的那种悲心呢，就是东郭先生去救狼去，或者你就指望狼去吃素，老虎去念佛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因为你没有智慧，你就干这种傻事儿，对吧？因为我们很多佛教徒弄几只什么龟呀、啊，弄几只什么给人家皈依的时候还说，你看那龟冲我点头了，对吧？老跟我这样讲，我觉得他傻透了，对吧？那如果龟能冲你点头，那还叫龟吗？那不就是人吗？现在人都不点头，你还指望那龟能点头，你觉得不奇怪吗？对吧？那奇怪，那真的笨死了。这样的人能解脱吗？肯定解脱不了。你很善良，但你很笨，对吧？我告诉你，佛教的解脱在于智慧，没有智慧解脱不了。你不相信佛法，那我没有办法。可能有人会说，这个法师老爱发脾气，谁愿意发脾气？吃饱撑的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问题是需要大家注意的。这是小乘人说有出离心，说我不要去跟人计较了，啊，不值得计较，对吧？生死切切，哪有时间跟人计较？哪有时间更愿意跟人生气？哪有时间跟人家去纠缠呢？没有时间呢、啊！我现在我要解脱，我的生命很短暂。哎，我赶紧走喽！我赶紧解脱，我不能在这个娑婆世界待了。现在有吗？没有啊！现在整天的东西勾心斗角，整天的闹腾，整天的传播流言蜚语。我告诉你，你不怕下地狱啊？奇怪，那你都不怕，那你还学什么佛？对吧？要不怕，那就在里折腾呗。对吧？这是小乘人出离心强烈。那么第二个，大乘佛法菩提心第一，对吧？你说现在有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受菩萨戒啊，我受菩萨戒多少年，请问你有菩提心吗？对吧？他说什么叫菩提心？对吧？菩提心就是觉悟的心，不执着的心，不挂碍的心。哎，你有了菩提心，好啊，你才能够帮别人。我不执着，我不挂，我不怕受伤，我不怕这个辛苦，对吧？我记得星云大师来的时候，他问大家：“你们跟我说，我是佛。”大家不敢说，为什么？不敢担当嘛。
对吧？因为什么？你是佛，你就应该去担当，去应该负责。现在是我才不是佛呢，我怎么能是佛？我打王宇吗？因为你不敢担当，对吧？你担当了，你不就不打王宇了吗？你有菩提心，你还怕担当吗？对吧？你跑什么？对吧？如果说都一切顺利，需要你干什么？就是因为这个时候这个环境很艰难很危险，请你站出来，请菩萨站出来，对吧？菩萨怎么都没了呢？怎么都跑了呢？奇怪呀，菩萨怎么还能小气呢？菩萨怎么还能捣鬼呢？受了菩萨戒不一定是菩萨，那这是我们要清醒的，对吧？如果你以为受了菩萨戒我就是菩萨，我将来就是佛，那你胡闹，你还有菩萨行你，对吗？你没有菩萨行能行吗？啊，菩萨行就是菩提心，我觉悟的心，我心里我不执着，我不挂，我不在乎，对吧？我无所谓，那你就是菩萨。我告诉你，你就应该受到别人的尊重。当然你这样做并不是别人为了让别人尊重你才做的，因为你有使命，你有责任，对吧？你有义务，对吧？为众生服务，不忍众生痛苦，这是你的责任。凡是受了菩萨戒的人都应该给自己一个定位，我有没有菩提心？如果我有菩提心，我还看众生闹心吗？你不看了，因为他们是众生，我是菩萨，所以你应该去原谅他们，去谅解他们，对吧？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，应该这样啊，对吧？可是我们现在跟人家纠缠的不得了，唯一值得骄傲的我有菩萨戒，戒本，对吧？这个不行的，肯定不行，对吧？所以说出离心，无论是出离心还是菩提心，都让我们觉得我们应该理直气壮的活得自在，活得不纠缠，对吧？活得不是那么小气，这难道不是学佛的证明吗？应该是这样的，对吧？那么修学大乘信心的一般方法，如大乘起心论所说的信佛、信法、信僧，那这个很重要啊！我告诉你，整个佛法就是围绕着三宝来展开的，对吧？信佛、信法、信僧，对吧？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你不可以信僧把那两个把它割裂开来，那个佛和法没有了，你光信僧你糊涂，对吧？外面假和尚太多了，你信信试试，对吧？昨天我一同学还跟我说，哎，外面那么多，哎，到底有多少真的，多少假的？我说那外边人都是假的，对吧？只要他一活动就是假的，对吧？不活动，对吧？办事我们不能说出家人不可以，可以，对吧？那三宝是不可以割裂的，说我光信僧不行，光信法不行，光信佛不行，必须要统一。这个出家人必须要怎么样？要信佛，要讲佛法。对吧？不能搞歪门邪道，那这个都非常重要。他自己本身也要赤守戒律，哎，这个很重要啊！这个你想想，这不就不会搞个人崇拜？搞个人崇拜的结果非常可怕，追星追来追去，把人心给追没了，追灭了，这不都是我们很多人干的活吗？干的事吗？我们做了很多。怎么样？很多愚昧的事儿，所以我上次才说，我们现在需要启蒙，对吧？那么，不仅如此，还要修学布施，修学持戒，修学忍辱，修学精进，修学禅定，对吧？由此可见，这个就是自利利他的大乘行愿。对吧？大乘啊，对吧？你要相信大乘啊，是大乘的信，大乘的愿，对吧？信愿行，那么大乘的行，那么你都会一环套一环的把它完成。那个时候，你还会，对吧？执着世间吗？对吧？你看那《维摩经》，我们讲过了，是常善入于空寂行，空寂行，不着世间如莲花。
对吧？不着世间如莲花，莲花要在水和泥里面走出来。你我们现在怎么样？搁那里装着，你也不能发芽，也不能开花，也不能结莲子。那你是在污泥浊水里面，它得出来呀、啊，出淤泥而不染，得清莲而不妖。你不出来，你怎么可以是莲花呢？对吧？常善入于空寂行，不住世间如莲花，对吧？那才叫佛法，才叫解脱，才是真正的信愿行。要从四行与理行的修学中去完成我们的菩萨行。换一句话说，信心不是孤立的，而是与种种的功德去相应，依据种种功德而进修完成。而信心呢，它需要怎么样？需要去升华啊，对吧？信心呢，需要愿呢、啊、需要行啊，来加固自己的信心啊，对吧？信愿行，我有愿力，我有行，然后同时让我的信心更加坚定。那我也可以告诉诸位，那么可能出家不到30年的时间，那么我想说这个过程也是蹒跚的走过来的。如果说今天我很坚定，那么也是我否定了昨天，也是我不断的否定昨天而完成的，对吧？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佛教徒否定我们的昨天，昨天错了没关系，每个人都会，包括法师，对吧？佛陀也是无量劫在修行，释迦牟尼佛在《梵王经》菩萨戒本里面告诉我们，8000往返娑婆世界，对吧？那就是来锻炼，那可以错，但是不能老错呀，对吧？老错你还得了了吗？对吧？不行的，对吧？然而经律中所说的菩提心，般若道中也有三种阶梯，初是愿菩提心，对吧？其次是行菩提心，然后是证菩提心。这个证菩提心就是智慧圆满嘛，对吧？你愿意发菩提心，你发菩提心呗，对吧？修菩萨就是以发菩提心。好啊，你发菩提心，你要发菩提心就发起那种要觉悟的心，遇到事情你要觉悟，要立誓练心。哎，你不立誓练心，那个菩萨一见的事就跑了，那瞎扯。越危险的时候越有机会，娑婆世界最好的那种锻炼的场所，大野红炉，方见英雄本色，百炼成钢。不然的话，你说我跑了，你没机会，你绝对没机会，对吧？火焰化红莲，难道不是吗？污泥浊水运莲蓬，难道不是吗？对吧？这都非常重要，但是我们忽略了，所以我们逃避，我们不面对，那能行吗？对吧？所以对于佛教徒来讲，对吧？要面对，要担当，要负责任，对吧？要担当。请问你菩萨不担当，你让谁担当呢？对吧？你让那些没有信仰的担当吗？对吧？你让那些人可怜你，让那些人同情你，让那些没有信仰的人来理解你，请问可能吗？对吧？所以释迦牟尼佛叫寂寞，但他绝不孤独，对吧？寂寞，寂寞就是解脱，就是解脱，就是我不在乎，我不在意，对吧？无所谓，那就是解脱，那就是自在，对吧？前两种也叫做世俗菩提心，那么就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是世俗地的，对吧？你必须要发愿，你必须要去行动，这是世俗地的，没有这世俗地不可以。解脱呢是真谛的，说我心里没有执着没有挂碍，虽然没有执着没有挂碍，好啊，那你就给我担当，去给我负责。那心经足以告诉我们，对吧？说色不异空，好啊，所有的存在都是假的，对吧？马上说了，空不异色，
虽然是假的，那你为什么不面对？面对，面对锻炼嘛，对吧？这其实很重要啊，对吧？我们讲的是佛法，没有讲我个人的法，我个人没有办法，我不断的在讲，不断的在澄清，我个人没有任何了不起，对吧？千万不要搞个人崇拜，千万不要跟一个人瞎跑，对吧？不要搞迷信，对吧？不要有情执，最后是害了你，对吧？那么前两种是世俗菩提心，后一种叫圣菩提心，也叫真谛菩提心。如说菩提心是离缘觉相的，那么这是真谛吗？离缘觉相的，那么彻底解脱自在，那是大菩提心嘛？那菩提心的完成圆满，那没有问题。但是如果你没有愿，你没有行，又怎么能够到目的呢？那是不可以的。当别人有痛苦的时候，我能帮他解决，这个解决可以从用佛法来彻底解决，对吧？不是说说这个他这个得了阑尾炎了，然后我们给他吃点消炎药，然后不能根除他的病苦，那么真正的解决就用把他那个盲肠给他割断，对吧？当然他会痛，他肯定会痛，他甚至会拒绝，对吧？菩萨甚至用一种威力怎么样把他摁那儿，把他给他割断，在一定强度上他会恨你，恨死你了，你为什么要割我的盲肠，对吧？不割你的盲肠你会死，对吧？必须得把你割掉，对吧？到了一定程度，哦，他明白了，那个时候他可能会感恩你。但是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不是为了要别人感恩我们才这样做的，因为我们要实践菩萨行只能如此，对吧？当然如果人家从骨子里就拒绝让你治疗，那你也需要怎么样，需要讲究方式方法，那你要硬治，硬治不治急了吗？对吧？跟你玩了命了，你还把没把别人的盲肠割掉呢，别人先把你的脖子给你割掉了，这事都有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明白，佛法是随缘的，没有缘你渡不了，对吧？你渡他心不在焉，他能跟你，他不相信你说的佛法，对吧？他认为那个算命更好，那个讲因果那个更高明，因为他使我好奇，使我不犯困。真正的佛法就觉得他离我很遥远，他其实哪里很远呢？就是你不愿意，对吧？因为你怕疼，对吧？你怕你不执着了之后，你怕活得没意思，因为你就怕你怎么样，不让你两舌，不让你恶口，不让你打网语的时候，你觉得很寂寞很无聊。那好，那你折腾去吧，对吧？所以说很现实啊，佛法有时候面对现实，有时候很残酷，对吧？很多人不相信，对吧？所以说啊，菩提心是必须落在行为上的，对吧？没有行为那不成立也不成就。而初学大乘信愿必须是从愿菩提心开始，愿，我愿意，愿意什么？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对吧？那是啊，我就是这样的，上求佛道，我要解脱，我要成佛，下化众生，有责任去讲经弘法，对吧？这个不矛盾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那么化不是一个单纯的坐在这里边讲经说法，是化的，各种各样的方便法门都是可以用的，对吧？比如说受了菩萨戒的人，我举个例子，他如果能够做自己不吃肉，他而且还能够去帮别人去做的时候，你说是不是菩提心？那一定是菩提心。那我不吃，但我可以给你做，是不是？肯定是。但现在我们很多菩萨，哎呦，我可不能碰啊，儿子受不了啊，不行啊，我害怕。那不是菩萨，
地藏王菩萨说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，这是菩萨，我不怕。为什么不怕？因为地狱也是没有实在性的，更何况我根本就不实在，所以我们敢。不然的话你就会怕，因为你老是执着，所以你发不起菩提心，对吧？那么我们老在乎自己，你能发起菩提心吗？发不起来，对吧？那么初学佛法的人对于佛菩萨的无量功德，一切众生的无边苦难，佛法济世的真实利益，发菩提心的种种功德，应当多多的听闻。但你要听啊，对吧？听什么？那佛菩萨的功德啊，众生的苦难啊，对吧？佛法的带给我们的真实利益啊，对吧？而且还有菩提心的种种功德啊，所以我们应该多多的去听闻。听闻之后你要思维啊，多闻多思，多闻多思，多多的听，多多的思考。现在我们就不多听了，也不思考，就像傻子似的，对吧？说想左转马上就左转，想右转马上就右转，一个傻子木偶一样，对吧？那怎么能行呢？我要听，为什么让我，对吧？我听到了，但是问为什么让我向左转，为什么让我向右转，对吧？多闻多思，对吧？如此对于大乘信愿的那种激发将是最为有利的，对吧？如此你就会发起大乘的菩提心，那就是最有利的，对吧？你也不想，对吧？你也不听，那你就没机会，突然间你就跳到一个坑里去了，因为你那就是因缘嘛，对吧？那没有办法呀。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对吧？《楞严经》已经说过了，邪师说法如恒河沙，所以我们不敢说非佛法的法，所以我们要依教奉行，亦步亦趋。佛说什么我只能说什么，佛没说的我们不敢讲，对吧？这个大家是要注意的，对吧？我只说佛说的法，对吧？佛没说的我不能说啊，我怎么能说呢，对吧？有人请我到外面去讲弟子规，我说那对不起啊，佛没说呀。那佛没说你就不能说啊？那不能说啊。那方便那根本在哪里呢？请问如果我没有根本，我讲这个不行啊，对吧？你可以让社会人去讲，让那些个，对吧？那些个在家的信徒你去讲，但我的庙里是不可以，对吧？我庙里肯定是不行的，这是原则问题。什么都讲热闹，但是方向迷失了不行啊，对吧？这是庙，是道场，必须要做佛事，对吧？不做佛事不叫道场，恐怕就是商场，对吧？我只能说到这里。如大乘的信愿不发，应当受菩萨戒。说你要修大乘，你要受菩萨戒呀。你不受菩萨戒，你不是修大乘的，对吧？那么这就是愿菩提心。哎，这就菩提心，你受菩萨戒就是菩提心了。但是愿望。但是它应该是清净的，不应该是染污的，对吧？那么为法身种子，什么叫法身？佛的法身吗？法身是什么？片一切处，空性，认识到空性就认识到法身了。我们认识到空性了吗？没有，我们执着，那不行，对吧？所以说为法身种子，菩提心是菩萨的唯一根本大戒。我告诉你，你说你是菩萨戒，好，你有没有菩提心？我告诉你是根本大戒。
你关键时候敢不敢担当，你能不能站出来，关键时候你敢不敢负责任，那就是你有没有这条大戒，对吧？关键是菩提心，有了菩提心，你一定会把那些戒都吃好，其他的戒都是小戒，菩提心才是大戒，对吧？因为你有了菩提心，你才能够设律戒，就是你也守规矩，设善法戒，你能够众善奉行，饶以有情戒，你才能够对众生啊有利，对吧？那这个这是标准的，这是规矩啊，对吧？那么受戒就是发愿，哎，你菩萨戒你不发愿能行吗？你不发愿也不能证明你有菩提心呢，对吧？那么依戒来修学，就能够循序渐进，从而达到大乘正信的成就啊，这个告诉我们明明白白的。那么这是正常道的修习信心，第二方便道的修习信心，这是信增上菩萨的修学方法，这是你相信了你想要努力往上，对吧？这样的菩提心发起修学正法的一个关键所在。那么由于初学是大乘，初学你是大乘吗？你想想我们要修菩萨戒就是大乘，对吧？其心却懦，对吧？因为学大乘，虽然你修学大乘，那你心里面还不安稳啊，心里面还胆怯，犹豫不决啊，前怕狼后怕虎啊，对吧？左也不是右也不是，左右为难呢、啊，经常会这样，怯懦胆怯懦弱，因为你还不坚强，你还不坚定，经常会这样，对吧？所以特重信仰，养性就是一定要，对吧？把三宝作为自己的修学根本，对吧？那么依佛力加倍而去修习，佛的力量，佛是什么力量呢？对吧？菩提心的力量啊，不执着的力量，对吧？那大家要明白啊，那佛力，佛是什么都不执着的，你是什么都执着的，所以你跟佛就越来越远。如果你什么都不执着，那你就会，对吧？成就。那佛什么都不执着，但还要恒顺众生呢。哎，你记住，要恒顺众生啊，对吧？什么都不执着，他不可以干坏事啊。为什么不能干坏事？那有人说，那佛又执着了。不是众生执着，所以佛就得恒顺众生，哎，让大家对他有信心，对吧？这其实很重要。龙树菩萨说，这是以信愿精进为门而进入佛法的信心愿力。那么精进为门就是精进，要努力，时不我待，生命无常，对吧？不努力也是浪费生命。好，正是因为这样才可以进入佛法，对吧？不可以懈怠，佛教讲把握当下，这就是大乘，对吧？你不可以浪费，对吧？过去已去，未来现在不会停留，好，把握当下，只有把握当下我们才有机会，我们才会有未来，如果你不把握没有未来，混日子吊儿郎当的怎么可以呢，对吧？而且不但是混日子，瞎混胡混，而且自己被污染了还去污染别人，罪恶难逃，罪恶难逃。我们真的是不忍想他的未来，真的现在附佛往外道，利用佛教去骗钱去敛财，将来的结果真是很可悲，将来他不知道要堕落到哪里去，
而且被他误导的人也不知道要堕到哪里去，这个都是我们非常忧心的事情。我们忧心的就是正法不正，正法不正啊，对吧？那为什么不正呢？都人为的吗？对吗？所以一定要有信愿，对吧？一定要有精进，对吧？如此也就是乐极佛功德，就是欢喜的积累佛陀的功德了，成佛的功德，对吧？你如果你有信有愿有精进，那就是积累，对吧？成佛的功德了，那么如此就可以往生净土，就可以成为异行道。哎，这异行道可以容易下手处，很容易，对吧？我信什么？信西方极乐世界，信阿弥陀佛，信念佛可以往生。哎，这都非常重要。我愿意去，然后我来念佛。我念佛的过程中，我不要去跟人计较，我不要去跟鬼打交道，但我一定能去。哎，现在我们愿意去，但又烧纸，又烧这个，又烧那个，那请问你也不专心呢，对吧？你是三心二意，那怎么能去得成呢？对吧？你不信呢，或者你的信就有问题啊，你也不愿意去啊，对吧？你也不精进呢，你还可能有闲心在瞎扯瞎闹，那怎么行呢？那不行的，对吧？那么说的最圆满的就是普贤行愿品中的十大愿王，对吧？这是因为佛是无上菩提的圆满实证者，佛无上菩提的圆满的真实的证得的人，对吧？所以将这信愿集中于佛宝而修行，十大行愿中一者礼敬诸佛，对吧？为什么要礼敬诸佛？佛发愿度众生，我们要感恩佛陀，对吧？感恩无量的诸佛，感恩他，因为他发愿度众生，我们要学，我们也要发愿度众生。哎，你学什么了？你度了吗？没度。你怕得罪人，就像我讲完经下来，别人告诉我，哎呀，法师啊，你千万不要去得罪那些个跳绳的人。我说没得罪他们呢。哎，那你说他们不好，也说他们不好。我说他们贴这个佛法的贴不好，对吧？你就跳绳吧，我就是绳，绳就绳吧，我一定尊重他，我不一定皈依他，但我会尊重他。那鬼就是鬼呗，我也会可怜他。但是你别上着贴个贴我是佛，你别混淆视听就行了。我们对于仙了也好，鬼了也好，我们没有个人的嗔恨，但是你不要把这个佛法的信仰取而代之，别误导他人，这是我要澄清的，这是我的责任，要我来担当澄清的，我也必须来去负这个责任，没有办法不负这个责任，对吧？所以诸佛的愿心就是要利益众生。